好的，欢迎回月世界哦。不晓得准备要迎接周末的大家有什么计划？那好像我解封了，那好像有蛮多人就准备可能要出游去爬山或者什么跟之类的。那其实都有限制人数哦。那希望大家如果去到外面的话，还是真的口罩要戴好，然后保持所谓的安全的社交距离，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的一些安全哦。那希望这个不会是这个微解封是可以长慢慢的往下降，然后把那个封城的那个状态往下降会比较好，然后希望他不要再回来，不然的话其实蛮多人生活的很困苦，然后生存不下去哦。那也希望政府可以真的看得到一些比较困苦麻烦的人，他可能三餐吃不饱，然后没办法就是过得很艰苦的人，那希望政府可以给予帮助。我觉得说有时候不是说给钱的问题，是不是说可不可以开个方便之门，然后可能包，你可以花一点钱，然后去雇用一些自助餐的一些，顺便给自助餐赚钱嘛。那他可以发一些便当出去给那些真的没有钱吃的，不管是年轻人，不管是中年人或老年人，那让他可以有一顿的安保，一顿的安保，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好，我们就今天来到我们的神魔三国志哦。那今天回来再聊一下我们新的活动，也就是说御魂魔圣。那我们今天的魔关羽终于要再出他的所谓的新的外观部分，我们看一下他的外观部分大概长什么样子哦。就觉得还蛮帅的，就大概长这样子。这有点像是怎么讲，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七龙珠，然后悟空觉醒之后他的那个变白色的样子，那再加上这个外面环绕的这个血气好像是带一点血色那种感觉哦，它就是蛮狂野，然后蛮那种这种银色感觉又蛮绚丽的，蛮不错。但是我不知道实际上场之后长什么样子。那其实它那个御魂魔圣这里有三种外观可以供你挑选哦，包括哎，我这里有外观可以看。我、哦、其实这真的蛮帅，麒麟的部分，白色麒麟。那另外一个，我觉得神造影真的很帅，神造影真的很帅。那我们看一下魔关羽的部分，我就是这个样子而已。那一样也是可以加攻击跟暴击，然后速度也往上做提升哦，然后加了生命值的部分哦。那如果说你是走那个猛将型的部分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增加魔关羽机体的那个外观的部分。那这个活动呢，我们就来稍微的细讲一下它里面的一些，其实我觉得游戏的过程都大同小异啊。那我们先讲一下至尊魔圣的部分哦，也就是说我们到底要多少抽才能保底哦。那我们一轮算起来是35抽，那我们这总共要来到三轮之后才有机会可以拿到我们魔关羽100个碎片的部分。那你如果说包括说连要拿到魔那个神造云或者是说刘备的话呢，还要再换。那他好像有提到是，好像是是，就是，你诶，我不知道是不是哦，直接转动的话可以直接换，但是他好像是1:1，这也要写到，如果说你拿到御魂外观的话，御魂外观是指这个吗？他这个还蛮奇怪，御魂外观是，哦，这个御魂，不好意思啊。御魂外观应该指的是这个吧，这个。然后你拿到如果是魔关羽的话，可以把它换成刘备，而我觉得这样比较划不来。他用25:2的比例去变成这个所谓的外观碎片，那我觉得这个100个变成只有八个，哎，我觉得比较划不来。你不要变好了，倒不如直接换一只魔关羽就好了。那就是一轮要35个，那总共保底的话105就可以保底，然后拿到魔关羽的碎片。如果说你是在一个很运气很差的情况之下保底的话，那我们无氪就不用看了，就是看看就好了。这个通常外观都与我们无关了，就好像之前那个
毕淑尽唱的，你的幸福都与我无关哦，你的外观都与我无关。那我们讲一下那个浪荡才子的部分了，这一次还是终于没有遗忘掉这个所谓的无氪玩家，然后他给了这个浪荡才子的一个外观的部分了。那基本上他是可以保底的。那我们看一下40抽保底部分，就是12345，然后这是8 5 8 40左右。那如果说每天解完任务的话，大概可以拿个10张吧，12345 6，等一下哦，12345 6 7 8 9 10，就是十张哦，十张你只要解满就十张，然后七天下来的话就有70张，再怎么样你如果说中间有些东西是解不了的话，应该不至于拿不到40张，应该是没问题，所以应该是不用，应该可以白嫖然后拿到。那既然这也要抽的话，我们就顺便抽一下好了，三抽魔，其实也不太需要魔关羽，我要神流贝，默念，闭上眼，默念三遍，你应该要出现，神流贝，哦，我没有默念三遍，我说错，神流贝，欸，我默念三遍了，好，来哦，哎，没有，他来了，神话的降魂，再来就是神流贝了。默念三遍哦，各位观众在心里默数，它就会出现哦。我们不要讲出来。好，我默念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会不会给我神流贝啊？贝啊，算了，那就是，欸，你知道那种已经过气的歌，我们就不要讲好不好？过气的歌，那我们就把奖励给领好领满，奖励给领好领满。那我们接下来谈一下后面的部分哦，魔圣馈赠的部分哦。魔圣馈赠的话呢，它其实有氪玩家的话呢，应该都会选这个啦，就是神将令的部分。那如果说是无氪玩家的话呢，月世界建议，假设你当下缺钱，那你就换这个。如果说你不缺钱的话，我觉得，其实降星魂跟这个都可以，因为高级招募令的话，10张必得一个那个五星的那个降魂，欸，然后中间又含了几只的所谓的三星跟四星的肥料，啊，所以说不管选这个或这个都不会亏啊。但是他不好意思 ，sorry， 他可以选三件，欸，那无氪玩家就把这个选起来就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奖励好不好？有金链石，欸，有金链石的话，然后又有机会抽到这个500颗的这个所谓的龙虎玉的话，那好了，我们就这样子选起来，然后选这个，就这三个，然后 go。那影片推出应该是明天的，所以大家应该先选完。好，那我们再谈一下这个所谓的炼狱挑战了，啊。那炼狱挑战的话，就是你要搭配这个队友部分，那。我们先看一下搭配队友能我们换到什么，看一下把这个900万，尽量把自己战力往上提升才可以遇到好的队友，然后他的输出才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们就开始打，现在伤害大概可以落到快2亿左右，所以这样的话都可以来到1800，因为月世界本来以还不知道说大概可以打到1800，所以我提早打的字幕其实是落在我以为输出伤害在这里，因为它这里有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奖励部分了，那它会根据你输出的伤害给予这个所谓的积分以及这个魔将卷的部分了，魔将卷的部分，那御世界大概就落在目终于开始落在3亿到5亿之间了，那这个也要搭配队友才有机会打出3亿到5亿哦，3亿到5亿。那之前是落在1亿到3亿之间了，1亿到3亿之间。好，我们继续打，把它打完。那一样，我们把那个配对部分弄好。来个好一点的吧，无界很好，无界是很厉害的。无界有时候我也打不赢他，他还是很猛的。哦，来2亿了。那加上无界打了2亿2，所以我们总共打了4亿2。四一二，哦，快
快破5亿了呢，不过差8000万了、啊，差8000万。再来给我5届就好了，5届，几分也可以，几分也蛮强的，几分也是退坑的老超强的那个打手，现在我还打不赢他哎。他以前是我们那个逐鹿的高手，逐鹿的高手，然后他打了2亿2左右，打了2亿1。那我们现在期，我们顺便就看一下兑换商城部分哦。那这里的话呢，月世界会建议大家，如果说无氪玩家的话呢，你可以选择这个所谓的神魔五星的神魔降魂，然后以及高级招魔灵跟这个执念石的部分。那有多余的那个魔将券呢，你再去拿去换这个所谓的铜钱部分哦。那大概这样的话会需要530的魔将券的部分，那是我刚才就是先加起来，也就是刚才的这200加上这个250，总共是450，然后这里80是430几左右，然后大概会落在这个530左右。那我们看一下啊、哦、魔将券的话呢，假设啊，这个应该打错了，应该不是12啊，因为我12是用这个所谓的输出是1亿到3亿之间去算的。那不管，就大概魔将券会落在336左右，就是12×4，一天打4场，然后总共7天，然后撑完的结果是336。哎，又到了神魔小学堂部分了，大家应该会非常厌烦。然后魔将积分呢？哎，你想说月世界你是打错字哦？我没有打错字，我只是故意打错字而已。我觉得这个酱比较好笑，像沾酱油的感觉。然后大概积分会落在47600左右。那假设是1800的话，1800×4×7的话，会落在50400左右，50400左右。这数字先等一下再来看，50400左右。那我们这样的话，魔将券大概可以再拿个250哦。250怎么算呢？从这个奖励积分这里哦。那假设积分落在54000多的话啦，哦，其实可以拿到最后100张，总共是350张哦。那如果说你刚才是像月世界奖励开始，你可能落在攻击力落在1亿到3亿之间的话呢，你大概只能拿到250个，然后积分会落在47600左右，不到48000，你会拿不到这个最后这个100的积分哦。那假设啊，月世界这次打的那个结果是落在刚才那样讲话呢，只能拿到250积分，然后加上刚刚的那个所谓的336左右，然后加起来大概是5586。那这样的话呢，兑换我们刚才讲哦，总共需要的话，卷子是530了，那其实还有多出一点点，你可以拿去换那个所谓铜钱的部分。那你有说你真的是比较缺那个肥料部分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先把这个五星降魂跟这两个都把它换起来了，或者是说你缺神魔的话，你可以先换这个，然后加上高级招募令，然后你可以舍弃掉经验石部分，然后换成招行令。但是招行令的话也要300，我觉得300的话比较划不来，我个人觉得比较划不来。那你说要不要换成神兵令5个？我觉得，这里的话我就犹豫了。这个5个的话，其实我一开始排除掉神兵令的原因，是因为我心里就想说，我明明就没办法保底，可以换到那个外观了，那我何苦去换去抽这个东西了？通常都会抽不好。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为了多换5张，那其实里面比较多出现的可能是经验石的部分，经验石部分。然后假设最好的大奖，我会认为是这个500颗的这个所谓的龙魂玉耳，其他对我来说都不是大奖。所以我会觉得无氪玩家的话呢，倒不如啦，不用把它机运堵在那个地方，你倒不如就直接把这个兑换的奖励哦，这个150个，假设150个换5个，然后也就是说我们凭一个30个神兵令可以去抽一抽，那30个神兵令的话，我其实拿来换这个所谓的五星锤将，我是只一次要拿五
50个嘛。那如果说我抽五次的话，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抽五次，你有机会可以领到这个五星随机降魂。但是我如果说我直接在这里兑换的话，我就不用去赌那个机遇，你知道吗？那我觉得对无氪玩家来说的话呢，我会建议无氪玩家不要换成这个神兵令会比较好，对我来说啦。那如果说你想换也没有关系哦，也没有关系，你就可以换神兵令，然后你其他部分去换这个随机降魂，五星的神魔降魂先换起来，然后再换其他部分哦。也就是说，对我先讲，对月世界来说的话，我会先换这个神魔降魂，然后接下来换成那个所谓的，看一下哦，高级招募令。然后再去换经验值，为什么要换经验值？其实神兵还是要往上升哦。那除非说你的那个神兵的那个石头很够，那你在积分这里也够，你不缺神，应该都会缺经验值。我觉得啦，不管你落在几等，都会缺经验值。主要还是差在说你可能铜钱不够，你没办法去做经验。不然的话，其实商城还是很够买，虽然说很够买，但是有时候你把它留一点点，有时候你可以刚好去换关羽的碎片哦。你如果有时候你刚好有过界需要的话，需要换关羽碎片的话，留的部分的积分会比较好一点，不见得一定要全部都换成这个所谓的经验值的部分。那这里的话，所以说就是五星，那这是月世界选择。如果说你真的是想要抽拿神兵令去抽的话呢，就神兵令，然后再换这个神魔兑换。神魔降魂的部分，然后最后的话，如果有，因为其实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会缺肥料，所以高级招募令还是要。那剩下的话再去换经验值以及铜钱的部分。那如果说你觉得说，我肥料够，我不需要，我比较需要经验值的话，你也可以跳过高级招募令选项，直接把经验值给拿完。毕竟经验值只能换八次哦，然后只需要80个这个所谓的魔将卷部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喔、最后的话呢是586嘛。那接下来谈一下有氪玩家的部分，刚才讲的是无氪玩家的部分。那有氪玩家大概白嫖的话呢，只要你的伤害落在5亿哦、喔、就可以把所有的奖励拿好拿满哦、喔、怎么算呢？5亿的话，奖励他的那个奖励是1900，然后我们乘以4乘以7的话，大概落在53200分左右。那积分奖励这里的话呢，达到53000分就够，刚好过那个门槛多200。我觉得他设计也是故意的。那你输出只要，假设你是2.5亿好，你搭配一个队友也是打2.5亿，这样就够了。那商城部分的话呢，会建议有氪玩家的话呢，在兑换这个所谓的神兵令，因为你本来就是要透过白嫖去换神兵令会比较。不用花那么多钱，所以神兵令是一定要换起来的。如果说对有氪玩家的来说的话，但是前提是你也想要换那个魔关羽的外观啊。如果说你这次不想要嫖去搞这个魔关羽的外观的话呢，那我觉得你就可以跟月世界讲的那个无氪玩家步骤一样就好了。那今天谈的是说我有氪玩家就是要拿到这个外观的情况之下，我应该怎么去做选择这样子、喔。那这样的话呢，再加上这个神魔降魂哦，高招跟经验值的部分，为什么他可以换比较多？因为他积分比较高啊，他就可以换比较多东西哦。那我帮他算了一下，他的白嫖部分，光那个魔将卷的部分就392了，392就是14乘以4乘以7的部分。然后魔将积分的话呢，大概1900乘以4乘以7，大概落在53200分左右嘛。那我们大概魔将卷的话就是350，快换到350已经拿好拿满了。那总共加起来就是742，所以说它选择性就比较多一点，选择性比较多一点，就可以按照月世界刚才讲的模式去兑换相对应的东西哦。那我们再来谈一下说最后大概白嫖的话呢，可以拿到几张？因为我觉得到最后会很妙，等一下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会很妙。我们先看一下哦。大概的话呢，可以先前面可以先拿到8张部分，8张从哪里来？从这里来啊，这里总共有8张哦，因为无氪玩家可以拿好拿满，所以不好意思说错，有氪玩家可以拿好拿满，那总计下来的话就是8张的部分了、哦，这里有4张，然后这两张，总共是8张啊，那这个五张的部分呢，则是从兑换商城来，那最后一张在哪里？当然就是我们第一天的这个所谓的祈愿的部分了、哦。
那我不知道后面几天是否也有神兵令可以做祈祷部分呢，少女的祈祷。那我们假设后面都没有情况之下呢，我大概会差几张，总共目前是14张嘛。那我们保底是105张，扣掉14张的话是91张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商城部分哦。我如果说游客玩家一定是买红盒子的部分哦，不用讲了，一定是买这个。然后其实都会很缺神魂金，龙魂金魄，或者说你需要圣器之魂跟神兵之魂的部分哦，这些都是游客玩家可以领先游客玩家的基底，然后可以打出来硬体的部分哦。那会建议游客玩家就是买两包这个49.99部分，大概是50块美金，总共加起来是100块美金哦。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70张的所谓的神兵令部分。那剩下的部分呢，我们再看一下，其实再买一包99的，那再加一包所谓的那个两包这个49部分哦，刚好这里就是10，然后21哦，然后加刚才的那个70，刚好是91哦。所以我觉得说，这不晓得是不是他刚好算好的，就是说我刚好就让你买好买满，然后可以，如果说你运气好的话，所以说建议游客玩家的话呢，你可以先买一包这个99的去试运气，然后看你能不能提早抽到。你只要越早抽到的话，你就可以省更多钱，然后你后面再去看。那因为这些讲的是说，如果说我运气真的很差做保底的话呢，大概要花多少钱？那也就是大概这里的话是100块美金嘛，然后加上这个一包，这是10块美金，110，然后再加上这两包，大概是120块美金就可以把这个所谓的魔幻影的外观带回去了。那以上是月世界想跟大家做分享，有关于这一次御魂魔圣的部分哦，御魂魔圣的部分。那我觉得这外观其实还真的蛮帅的，够血性，然后够剽悍，够威严哦，然后整个魔关羽的嗜血的感觉有做出来，以及魔关羽所带来的不管是魔的爆发或什么之类的，都很适合这一次魔关羽的体现的部分。那对于游客玩家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入手，我觉得可以入手。其实对于游客玩家来说的话，多拿几个外观，然后把整个机体往上做提升哦，那个攻击力都会往上做提升，当然是不二的法门了。那对付有无氪玩家来说的话呢，当然他就是会有实力上的落差堆叠问题哦。那以上是月世界想让大家做分享，那觉得影片还不错呢，拜托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目前人数来到340人，我们努力的冲400，好不好？400之后就冲500，500就冲600、700、800、900、1000，哒啦！世界多美好！好了，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啦，拜拜。